像我们开张第一天的。没错没错，相信很多信徒呢会来这边游走游走。对对，开玩笑，我们这个师傅啊，不但什么卦都会卜，连你有几颗痔疮都算得出来。金匠，对，金匠，哎呀，这个师傅真的很厉害啊。可是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师傅，我们来那么久都不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，只教我们妈扫地啊、按摩啊、洗内裤啊、抠脚趾头啊。好可怜，什么时候才学会那些？哎，一大早一定要跟师傅的肖像先五体投地大拜一下。他每天欺负我们，我们骂一下他。哎，师傅，师傅来。你那个扫厕所的跑来拖地啊？因为那个扫把坏掉了，所以不是我讲你，人前人后要一致。为师教你怎么做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异形显像馆是为师到今天照片能发光。那不是做合成的、啊，那是有为人正直。你看我头顶上有一股善气，啊不对，一股正气，正气是不是善气？为师这个照片发光呢，并不是像外界所传的什么送七力呀、啊，为师的第一不卖照片，对不对？二不骗财，是也不骗色，嗯，是虎胆妙算，这个是声名远播，嗯，哎，这个最重要的呢，我招揽信徒唯一是功德。我是帮他们呢开仪解惑，哎，举凡安床、安灶、安胎、安非他命，哎，对，没有安非他命，什么安非他命，我是劝年轻人最好拒绝啊。还有呢，开运，啊，最后还看阴宅、阳宅，什么卦？我的米卦、鸟卦，你看我的鸟卦，看我养的这只鸟，千年的鸟，好假好假，喂，好鸟，哎，所以我可以说各种卦我都会。所以呢，我是帮人家呢开仪解惑的，是是是，哎，我们还要学的很多啊。是是是，我今天呢开张来，既然没有人来的话，我们现场找一个观众朋友算一算嘛，让大家了解我的功力嘛，是不是？切，算命哪那么简单的？找观众在哪里？那个我说徒弟啊，男生不要找啊。啊好，男生我没有灵感。第一排第二位小姐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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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边请，来这边请，来跟师傅打个招呼啊。你找个这么高的来修理我，姑娘年纪很轻啊，大概不会超过十六。十六。啊？果然是十六岁。好准。嗯，姑娘皮肤雪白，不是台湾天气能养成的。台湾的天气养成的大概都像，像我这种。你的皮肤很好。你是在哪里回来了？我从美国回来。哦，哎呦，好准啊！哇，师傅好准哦。对。从美国回来的。好，这样子，为了展示我的功力，我不仅会算这个卜卦、测字、数字。您这样好了，你写个英文，我帮你测一测。好，英文，英文，英文。大家还狐疑对不对？千万不要狐疑。哎呀，哎呀 ，King， 哦，知道我们是异形帝国，所以要写个 King， 这个好。之前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今天找你算来有没有经过套过的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大家了解一下，我们算命如果说他来我们编排好，那就下流了。对，下流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帮你来算算。哎，这个 King 呢，这个字叫什么呢 ？K K 对不对？对 K， 想必你是常常被人家 K 了。女生不会被 K 啊？你有没有被人家 K 过？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头会痛啊？会啊。那就是被 K 多了。而且你看 ，ing 是进行式哦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被蛋糕砸过？有嘛？有没有被球 K 过？有嘛？在本大师面前，绝对不能够逃离的啊！而且最重要的呢，这个 King 啊，他一定有很多人追他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 King 高高在上，后面跟着一群像苍蝇一样。男人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有很多男人追你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不要说谎啊，说谎会烂掉。有没有很多人追你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看到没有？好了，看到，真的不知道。但是能够跟他成为男女朋友的，一定是这王者风范，一定姓王。姓王啊！姓王。有没有这种事情？你男朋友姓什么？我没有男朋友。没有。同学们，他有没有男朋友？除了姓王之外呢，他个儿一定很高，因为这个 King 啊，你高高在上。而且呢，这位姓王的呢，因为 King 啊，这个字面写出来，你男朋友一定姓王，身手要矫健，要很敏捷。敏捷啊！哎，对不对？
身体呢一定很健康哦，不健康就不会带给他幸福，幸福哎，所以呢他身体一定很强壮，要强壮才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从字面呢，你一定会认识这个人，有没有这个人？王明强坐在哪里？是谁？啊，既然是你啦！好，来，请入座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。哇！算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是是啊。好，来，我们赶快传第一位挂号的。好，那我们欢迎周华健。我说那个徒弟啊，是这个，我们是来算命的，不是来开。你是来参加歌唱比赛的吗？难道你就是胡大师吗？你没有眼睛吗？哦，你很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哦，谢谢，我很多人这样说，是吧？阁下今天来这边是算命的喽？我是来算命啊，可是你要不要我帮你签名？为什么要签名呢？您是？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？哦。我忘了告诉你，本馆是没有电视的，我长居深山了，着急不管红尘俗世，我们都不看电视的哦。您这个大名介绍一下。我是周华健。没听过，我也没听过。那会准，看你阁下有异象啊，前凸后翘，下巴特长啊，命好晚年更好。你现在是周万年运啊，你看你的早年，你看你的晚年下巴一定有天子命，将来不是总统就是国王啊。哇，好啊，可是他上半身呢是算很命苦的，皱纹多，苦命啊！你早年的时候一定很苦了。我很苦啊，我当刚到台湾的时候是一个人来读书啊，所以你确定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看你长相早年比较苦，晚年好，所以加起来呢，充其量啊，你算是命普通而已。但是呢，我怎么帮他算起来？还没收钱呢，怎么还没给钱就要算命啊？会不会？看你要算什么卦啦？我们学算命的，从河图洛书、易经、紫微、四柱龟卦、米卦、未卦、铜钱卦、数字卦、英文卦、文马卦，什么卦都可以。有英文卦？对呀，刚刚我帮同学算英文，不是吹牛。如果你真的要问，我们英文卦，我叫我的徒弟要常常学英文啊。是，哎呀，真的。是啊，我们这个你看，我还有电脑啊。现在算命不是光从中文来一样，英文、韩文、日文都要算，一打字你命盘都出来了。对，你从哪里 A 来的？是哪里 A 来的？这样讲英文，这是信徒呢，供奉啊，真的。那我应该先从哪一卦开始好了？这样好了，你自己算算看，到底你还有这个什么数字卦、文字卦，还是英文卦？随便你算。我想这样子好了，我就写个字，你猜猜看好了。册子什么？猜猜看？你当我是我猜啊？还猜猜看？我还有奖金，你还说我恐怖箱啊？来，夫人们，上板，写好了吗？我叫你写个国字，您画个四方形干什么？不是啊，那是这个是中国字的口字。这是字，太久没念书了，一看这个口，好像是四方形。是，这是周字里面的其中一部分。是，我以为他要跟我们玩金库密码。这个口一出写出来就知道呢，这个人呐、他的行业都很清楚了。这个一定是靠口吃饭的，靠嘴巴吃饭的。师傅，哪一个人不是靠口吃饭的？吃饭的这个故事，这个是形容词啊。所谓靠嘴巴吃饭的，他呢不是说书的，就是老师；要不然律师呢，就是吹乐器；要不然就主持；要不然就歌星。用嘴巴做生意的，脱离不了这几个行业。真的。您看你是吹乐器的，不像，嘴巴太薄，嘴唇太薄。那我很适合吹乐器吗？对。黑人的嘴巴，check it out， 有man。所以呢，第一个他不是已经排除掉，他不是排除掉，他不是吹喇叭的，不是吹乐器的，吹乐器的，这个形容词更好一点。请你笑得不要那么邪淫。来，最重要的，他也不是说书的，说书他嘴巴还不够溜，主持节目呢，没有人比胡瓜好，所以他不可能是主持节目。大师，你不看电视怎么知道谁是胡瓜？对，我在台湾呢，我只认识两个，一个李登辉，第二个就胡瓜了。第三个呢，他是个律师吗？不像，因为他的长相还不够阴险狡诈。如果要当律师的话，最起码律师上不了天堂，他还不能成为律师啊。可以上天堂。所以充其量，我敢说您是一定是个歌星了。准不准？准不准？不准可以说没关系。准，你很准的。准吗？准。是家里是靠谁养？是你一个人在养吗？对，我一个人在。对，这一口家由一个人养，这个叫什么？日，在古语叫约，也有约这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日呢，
不是代表每天你春这你就错了，笑不笨，这个叫每天都要工作，很辛苦的，哎，对不对？不能讲得好一点，辛苦要有代价。而且呢，您行遍天下，当歌星很辛苦，要到处打歌宣传，飘扬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常常到处一定要靠双脚，还双脚，坤，大家认识这个字叫坤，坤的意思就是弟弟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坤仲，兄弟的意思，兄弟，你是混兄弟了啊？坤仲就表示有两个人嘛，所以算到你的事业当中，你一定有两个贵人要帮你，你才会成大器。是哪两个呢？哪两个人？待我屈指一算，第一要帮你成事之人，必须要有帮你成功的人。成，但是这个人本身呢，他要有条件帮助你，所以这个人必须是人中之龙啊。阿信，你确定你没有看电视吗？哇，成龙啊，有这个人吗？有啊。对不起，我不看电视的。有，但他不错，他常常在他店里面客串吧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必须要的下巴跟你一样，长长的，要长长的。克林顿，克林顿我不欣赏，他没事跟他司机搞在一起。司机，劝他下次跟厨师搞一下。所以呢？第二个呢，他下巴要很长，最好是有我们总统的大姓，姓李。李，有没有姓李下巴很长的呢？就总统啊。啊，不能，年纪太差，差太远。李宗盛。哦，有这个人吗？是吧？所以你的坤这个字代表了一切，表示有这两个人帮助你，所以你才能大红大紫。有这得此二人相助啊，您事业没有问题啊。对不对？对，真的，两个都帮我很多，所以你的事业没有问题啦。真的，真的。但是要算到你的家庭呢，稍许有问题哦。我不了解你家庭，我来帮你算算看。看看我家庭，看我家庭。因为您呢，常常漂洋过海啊，到处去做宣传打歌啊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漂洋过海要有水。混，怎么混呢？我不混呢，我要努力工作啊。混不是坏事，大家字面解释好像这个人是混蛋啊，啊什么都在鬼混啊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要指着我吧。这个混的意思，各位看清楚没有？我可以算出你老婆英文应该讲得不错吧？我老婆英文讲得很好啊。是不是跟混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啊，就表示呢，如果你的儿子女儿不是混血，就表示有问题。你小孩是混血儿吗？如果不是，就可能是隔壁老王的，也不一定，是吗？我老婆是混血儿，没错，混血的，对对对，那就没错，那肯定小孩是你的。这个您觉得我算这个有点混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个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事业看过了，家庭看过。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呢，我有我目的的，是，因为我想测一下，我最近出了一张。英文专辑，英文也没关系，我刚刚讲过了，我英文功力大家都看过，你随便写，你随便写，我就写我的主打歌名字好了。好 ，My Oh My 啊，哇，厉害厉害 ，My Oh My， 好 ，My My， 这个英文词，我的凭良心讲蛮难解的，我们今天就收工了，是不是？随便说说吧，随便说说，就是，好，这样好了。如果我今天不算出来，大家以为功力很差。好。但如果算得好的话，是，你钱要加倍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今天算得你心服口服，让观众朋友拍案叫绝。没关系。My， 中文叫做我的意思啦。你懂哦，真的。开始。这个 M 开头，你唱片问唱片对不对？对。唱片卖得好不好？卖哦 ，M 开头，好，我再问你，我在看这个字呢。你的唱片如果是一个人唱的话就大卖，如果是唱合集的话就不一定卖。你唱片几个人唱？是我自己的个人专辑，一个人，英文字叫 one， 对不对？加上这个 y， 请问告诉我什么字 ？Money， 钱，你已经看到钱了，哇！对不对？是。但是钱有两种，一种赚钱，一种赔钱。大家看后面怎么讲？这后面还没讲到啦。啊，对，所以你要注意到看啊。Money 是钱，但是有赚钱跟赔钱两种啊。你要仔细听完，绝对让你爽歪歪。这个叫 OH， 这个强出头啊是不好。
因为这个 O 呢，有点太像 A 片。哦，耶！那是你没看电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没看电视，但我有看录影带。我出的是唱片，不是出 A 片。所以说啦，你不是出 A 片，你是出唱片。这个头要去掉，对不对？去头就 O N E， 哎，一一 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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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 One One。注意到了，弯搭了，不是弯搭了，那就太惨了，弯搭了就太惨了。要接后面了，你是 my own my 啊。各位注意到这个 M I L L O N， 什么意思 ？Million money one million， 就是你很多钱，你这张唱片卖100万张，哇，爽不爽？哇，好准，有功力吧？有功力，不是吹牛的。这个他不确定不是赔100万吗？不，一定赚100万。这个赢钱就 my own my。大师，大师，其实呢，这个你说的也是好话了，是啊，我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然后这个也不要强出头哈，硬也把它变成弯了，是是是，也说得过去了。可是请问一下，你这里卖的 M Y 拆成这样子，我现在请问一下，你这个 M 的 Y 在哪里呀？哎呦，给我难看了，是吗，师傅？我今天不把它测出来，我不是神算。开什么玩笑？看你怎么掰，一定要测出来，让大家有说服力啊。Money one million 100万张，这个 Y 什么意思呢？请问你卖100万张爽不爽？爽，爽了就一定要耶。